他把我标记了，你是他的了，就在刚刚。这怎么整啊？你有主人了。你是说我吗？对。这是咱小区的交际花是吗？看一眼，他好像就是脚没了。看一眼。啊，我看看你脚怎么了？你个儿也不大呀。哦，脚前面都断了。这孩子烤虎了。哦，你胆儿够大的。我胆儿就是。你拿着这个袋子。哎呀，你胆儿是真大，我看出来了。啊，三，我给你打一下。没有，掉地上了，孩子掉地上了。你说他有人给他送黑眼镜去。你送他去，他也这脚没法治了。你从哪给他找几个脚趾头去？他这个腿是不是还是疼啊？他可能是因为没有脚趾，所以走不了，利落。哎呦，性格好，找得着就领养了这个。找不着的可太多了。家里都是性格好，找不着领养的。你这咋整？你去了我们家，肯定又是留级的。就知道吃，你这孩子。这不也行？他这个警惕性太强。哦，有猫粮了，倒出来吃吧。一起来喂猫呀！我也想来喂鸭呀，我来喂喂。好可爱呀！是啊，它好可爱。有没有人能养它呀？我想养，可是我家猫有一个老奶奶，好像把它养了。是吗？有一个老奶奶专门喂。啊。嗯。养来了。这是他耳朵那是受伤结痂了吗？好像是，身上伤挺多的。我听那个老奶奶说他身上流血了之前。嗯，我看这估计打架了。小朋友们都回家吃饭了，现在就剩我们俩了。现在就剩咱们仨了。啊，咱仨商量商量。给他放心眼点行不行？嗯。他那样有地儿放心放一个月。有点贵了，哥。你可以问问他能不能不收费。你做梦啊！你看他脑袋上。嗯，我看见。腿上。敷的已经很严重了，不需要摸。肚皮上全是伤。你这样都让我们怀疑咱小区是不是有虐猫的，但是很可能只是打架太弱了。我问他一句。嗯，一会儿回再说吧。那你也不能给他拎回去啊。你再凑合凑合吧，好吗？少打架，宝儿，你这个技术别打了，咱也别争啥地盘了，没那本事。然后现在抓紧，有没有人想要三脚小猫咪？多稀有了。而且这么亲人，我们爱情三脚猫，这是啥？关谷神奇，分分钟切腹自尽。就我们小区的交际花儿，收拾收拾，干干净净的，对吧？多好！你这一脑袋伤，多好看，大脸蛋子，真白眼啊！四舍五入，你用上了是茶叶。顺便宣传一下酷牌啊，酷牌谁给我们领走？把酷牌领走，给这三脚猫腾地儿也行，好吗？我们现在家里床位不太够，房间紧张，所以帮救救孩子。猫咪滞销，帮帮我们。那个，来。好好宣传一下自己，完他咬我一口，不是故意的，不是，我不揍你，你瞅他这德行，倒霉模样跟茶叶一样，我也觉得是，我没想揍你啊，你是挨过揍吗，宝儿？就吃两口吧，吃两口我们回家了。太冷了，太冷了。啊、天凉 了，你找个暖和地儿待着，好吗？别跟外头瞎晃悠了。你别让人拐走了啊！别让坏人拐走了，等着我们。他这个性格，他外头没什么生存能力。是呀、啊，我就说是跟人是挺好，但是你这跟猫的关系好像不太好。嗯，加油啊！我们腾开地儿就接你走，带你看病去，好吗？这样，拜拜。关谷吧，就分分钟切腹自尽的那个关谷，怎么样？那不如叫神奇。那叫关谷，那就叫关谷。
走路也还可以。嗯，我觉得他可能脚可能还不太熟练。他太无辜了。你的胆是真大，路过狗你还得跟人打个招呼，跑得还挺快的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这个腿脚不受影响，欢迎领养。